在各国提出碳达峰、碳中和这样一个背景下，那么我们结合卡塔尔想要举办一届与众不同的世界杯这样一个契机，我们提供了一揽子的整体解决方案。那么动力电池在高达50度的环境温度下，到底能不能适应卡方的运营工况条件，这是卡方最担心的一点。客户这个验收来讲的话，每一个细节他都能用这个放大镜给看出来。世界杯这个项目，客户在验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地板革上有一道微小的痕迹，他就要求我们来进行一个整个地板的一个更换。其实通过客户这种挑毛病啊，促使了我们在工艺质量上持续的改进。